我好想趁着夜色去你世界梦游，强忍着想打给你的冲动，失眠不过是一种借口，借口的背后是心动。如果时间真有倒着走了时钟，我一定紧紧抱住不让你走，不会再送。现在凌晨三点钟，空荡的房中，回忆像电影放映在我的四周，你的笑容一举一动，谁经过你在我眼中、手机里的话题只会让我头更痛，任何人做不到感同身受，不想多说，还不如就沉默。想趁着夜色去你世界梦游，强忍着想打给你的冲动。